吸入军方的伏击，被困黑风堡，我命你前去帮他们解围，把大军安全的带回来。 事到如今，你还相信司马剑？蓄意谋杀主帅的大罪，是宁可错杀一万，也不会放过一个的。陈岩，你是个可造之才，将来必能干成大事。但是你记住，敌人就永远都是你的敌人。任何时候，对你的敌人，都不要心慈手软。 敌人不也是一些保护自己家人的普通人吗？这些人又有什么错？参良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